所以你要，哦，刚刚只是暖身而已。那既然这样，还需要再访问吗，同学？教天气冷，它这个只教不冷，所以要一直常常的画。传授古筝学习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？没有时间，就是经常在听曲，没有时间。啊，那平常就是学这个曲子的时因为他学的是设计，然后表演古筝还蛮特别的，这就是喜欢的兴趣。嗯，因为我本身是学习时尚设计，然后我想要把跟他们联系加入我的设计作品，然后我的作品也在学校有做展览，啊，是的，有。准备好了吗？你可能要加快了，因为我快要不知道为什么。